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了， AI 向着人类智慧继续靠近，从专才向通才发展，实现从专用的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的跨越式的发展，这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必然趋势。其中一个重要的一步就是人工加智能向自主智能转化，以 AlphaGo 的后续版本 AlphaZero 为代表，人工的干预开始减少，机器智能对于环境的自我学习能力大大的增强。